是一个压抑情绪、不善表达的小孩。我的爸爸在我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入狱了。我的妈妈在我出生后就离开了我，从小由阿婆独自抚养我长大。乔乔，你的联络簿咧？都还没拿出来。乔乔，乔乔。找不到，我帮你找一下。这个小孩子真是，都找不到，都让我找不到，又没有带回来，那功课都不用写了。阿婆只会打我、骂我，对我很凶。我觉得都没有人爱我、关心我、拥抱过我，妈妈也不要我了。就是我的家庭，好，这家庭里面一定要有谁呀？家人，对，所以等一下就把你的家人、你的家庭，无论是里面外面，你们都可以画，这样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现在开始。这里陪读班的志工姐姐们也都是你的妈妈和姐姐哦。好不好？不要再哭喽。我知道了，陪读班的志工老师陪我们写作业，照顾我的手，就是母亲的手。美勋很棒哦，那我们一起来写作文吧。来，